看。开。八点六。开。有一个。会有第三个吗？今天一围棋士欢乐赛来到了母汤沼泽。母汤哦。沼蘑菇地带。哇，这母汤是不是没错？应该要随机物资了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直接用拳头打架的节奏啊！看谁的拳头比较大。来，都进来。好，好，来了。OK。可以跳。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安安。来来来来来，到齐的。嗯嗯，哦，有人在抽奖了吗？有人在玩了，有人在玩了，抽奖还玩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？哇，这头能拔？不能，哦、没有拔，人家偷的，可以啊，这都想拔。你为什么要偷人家的头？好偷啊！乱动啊！哦，大概懂为什么这边放个抽奖机了。为什么？八点没有用吗？人在读取头颅的时候会累个嘛？他在这边先把大家头颅先读完吗？读完一遍。哦哦，从里面，哎、欸，皮头，耶、哦！赶紧把这皮头丢掉。嫌弃度，哎呦，皮臭了，不要了，丢掉。很香，好不好？臭了，好的。没有掉。啊啊啊！割掉，什么东西割掉？什么东西？繁星声音好小啊！嗯，蛮小。我在喝汤。那个汤有毒吗？毒汤吗？毒汤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都是喵哈。好了，喵哈的头。都是喵哈的头。都是喵哈的。哇，抽到自己！杰克，啊，我们呀，嗯，就直接来啦，嗯，然后一点抗性，好不好？好，给一点抗性，让大家可以拼搏久一点。好，抗性四吗？打不死了，打不死了。四打的啥？我给抗性四是80%，对啊，五四，我已经复制好。嗯哼，挣扎久一点。好，来随机分队，滚！哎，要下去了，不用动。八六，跟专家。八六，拜拜拜拜。八六，八六，下去。这里完全是阿 V 狗排挤杰克。八六，爽。八八八，八八八，八八八八八。嗯哼，一二三四，我们这一队有我团允凡喵，他就那个空岛杰克换繁星了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是刚有树什么？有树吗？这个没有啊，物资箱有物资箱，有物资箱啦，找物资箱吧。嗯，啊，马上开到钻石，他们也太好运了。哇塞！可是哦，我看到一个，我看到一个。你说人还是看到，嗯，箱子？我也看到一个箱子。哪里有物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要离他远一点，啊，打他。哦，铁定哎，我是个铁定。有稿子了。可是没有。没有合成台。为什么？对。哇，好棒哦！我开到了四个皮革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最需要四个皮革啦？干嘛做鞋子啊？完全没用的东西，我们连工作台都做不出来，超难过。哇，你冰啊，苹果，你冰是不是特别重啊？然后我感冒哦，对啊，感冒团，对啊，冷气团。我跟你讲，你去买那个福茂的那个药丸，那个真的还蛮有效的。是稿子没有合成团吗？我已经有稿子了，先有一个嘛，至少稿子打人痛啊，是啊，要痛一些些。我们是不是完全分开啊？对，我在繁星旁边，我旁边没人，我在冰晶，我在寻找物资箱，箱子找箱子，
而且 我看到，哇塞，繁星也离我太远了吧？我还以为苦力怕。为什么你直接受伤啊？他苦力怕，看到苦力怕，苦力怕香。哎，可是你没有扣血，抗性啊，离得够远，而且也有抗性。哦，对哈，我都忘记有没有抗性。对，嗯，是啊，没有树，没有没有树，没办法，对啊，没办法做东西。我已经开到第二个箱子喽。我已经要开第三个了。完了哇，青金石啊，他怎么知道我最希望青金石啊？怎么都是一些没录用的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我又有铁镐嘞，我有两个铁镐嘞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我黑曜石哎，我要把自己埋起来。你们，如果有人没有武器，我可以給你。我看到一拳了哎，那边哪里？你可以给他一拳。那边给他一拳，在哪里？一堆人呢，一堆人，对不起。啊哦，我看到了。他们是群居生物哎、欸，哪像我们？对，他们是群居，我们是角落生物。他们在往我这边走哎、欸，怕怕。是看你还是看我们啊？我离很远，他们如果眼睛没有很好的话，应该不会看到我。嗯，因为你在我附近啊，我看到你了。我在旁边啦、啊，你在哪里？哇塞，哎、欸，我找到你们刚刚苦力怕爆炸的点。跳跳。哇！等一下，不是很远吗？为什么一下子就进了？进了什么？我好像在他们附近，呵呵。有稿子，稿子抗性是有用吗？吹得痛吗？会痛吗？伤害四点伤害，抗性四可能剩一滴吧。四把稿子到底想干什么呢？你可以拿，你可以手脚都拿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已经是螳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有看到一拳他们。有啊，在后面啊。对，我在追，他追影月，追影月，谁在追影月、啊？他们在追我，他们在追我！呀，救命啊！躲起来！好，我相信你躲起来。我觉得有点难，他是全部人都在追他。没有没有到全部啦，杰克一拳跟巧克力而已。啊，杰克回头嘞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啊？所以他们手上有什么剑或者是斧头之类的吗？都没有，没看到。那这样打要打好久，真的在打架，在打架，你们已经在打扣，血扣好少啊！哇，你们怎么这么难扣？欸、可是你们扣的比较多、欸，你们在打钻石打我了，钻石打是在凹西平，欸、三个人围殴啊！西平西平西平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就开始，繁星要爆炸了，西平，啊，第五个稿子，谢谢。铁定已经被做装了，我也要找你们，我找不到。哎呦，繁星被敲死了，敲超久的啦，超难敲哎、欸。我看到他们了，我看到他们了。来找我干嘛啦？啊哈，哈基也是跟我一样流浪，不知道跑去哪，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彤彤，我看到你了，我在山上，在你右手边山上。哦嗨，那边有谁？这边目前没有其他人。哦，你们那边都安全，现在都围在喵哈附近。我要带离他们，死了！哇，月是，我刚好想找个地方摔下去，不然我的黑曜石就被他们拿走了。也没用啊，黑曜石应该也还好啦，可以把自己埋起来。哎呦，他们往你们有一个很山，有很高很高的山，啊、他们往那边走。影月那一座吗？哎、欸，哈基，他们要靠近你了。我已经下山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树吗？没有啊，树没有啊，蘑菇，我有树苗啦，但是没有骨头。对，哇，那就没办法、啊。对，我身上的铁应该够做一整套铁装哎，可恶。哇，可是就是没办法，好浪费。尴尬，带着我的头哎、欸，太尴尬了，所以。箱子，感觉上没有箱子了。哎、欸，团团左边左下角有箱子。左下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谁？我看一下哦。他是、那個、他在下面。那谁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附近有箱子，要跟你讲一下在哪吗？好。不过你探头要小心哦，有人哦。前面可以挖铁。那不要。铁我不用了，铁我不需要。啊，第几把稿子？好，他们过了，他们过了，你可以出来，你可以出来。稿子给那么多干嘛？你要在地底生活，可是你也没有啊。箱子在你正上方，正上方。对了，下面有没有废矿啊？底下不是啊，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身上铁矿太多了，有不需要。哈基脚下都是废矿。好，哈基脚下是废矿。哎、欸，好，哈基不要，哈基不要，哈基快！怎么了？巧克力在附近。
哦，我要去看他近视角。我这往下挖会不会？你往下挖，你直直往下挖。啊、你是在他头，他在你的头。对对，你直直往下挖，我看一下会安全。好酷哦，这个位置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小心哦，嘿嘿嘿，你有看到吗？欸、我好像看到他们的人了啦，我看到。你脚下有碳，这个脚下有碳。我去看团团。我好像看到露米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哦哦呦、啊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啊, 啊！看到喵哈头，那个是杰克，喵杰克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那、啊、我都底下有没有废矿啊？我底下，我看一下你哦。嘿嘿嘿嘿嘿，你怎么在第二页啊？就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好难过。没有，我看一下哦。你要上去哦。木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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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木头有没有母头？有母 Hello 母头 ，Hello 母头。所以你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到地底下去跟哈基他们会合？看你啊，因为你在上面的话，应该被他们吃掉的几率也蛮高、我也觉得。哎、欸，云月有废矿，你附近有废矿、啊，你回头。团，你一直往下挖，完全挖不到洞窟。对，没有，我先往下来，然后你再跟我讲。不然等一下，你地表要快哦，因为。边界快加到了，怎么挖？怎么挖？我觉得你先投。哎、欸，因为你头上有人，因为你头上有人。我现在边界内，我在边界内、哦。好、哦，那这个方向吗？你不管怎么挖都没有。先下去好了。好，废矿在你的后面。在我背后。对，你现在正背后。好，你可以到了，可以挖，可以挖，啊、可以开。有了，那个你的，我看一下这个。这边直接过去吗？对。嗯边界会压到啊！你把那个 X 弄成正的，安全区啊！你一直往前挖啊！离开安全区了。X 跟自己用成正的，你可以。我现在是安全区之外了，完蛋了，我完了。你现在一直往前挖，没，然后你可以点右斜前，会离隐约比较快一点。隐约也在逃边界是不是？我在地下，他在往背矿挖，高度差不多。我在指引他往废矿挖。那团团，你边你看要不要往下？然后哈基有三个找到废矿了哦。三个人吗？嗯，他们也找到废矿了。对，他们离哈基那边很近。我觉得我要先 Z 轴先往那个，先往、哦。你那边怎么挖都不会挖到洞穴哦。没有，我要先往安全的，不然我怕我会爆。哦、好吧。对，我现在 Z 轴是外安全外。我这边过去是安全内吗？外，你看你那边是边界，你那边是边界，不过你快到废矿，那把吧，那个灯怪塔了，灯怪砖，真的耶，隐约那边有灯怪砖，我是僵尸的，我听到怪物，很多怪物生在我附近，嗯，三个，他生了三只，你往斜上就遇到了，上面一两个，对，再挖两个，好远、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他的，因为团团这边完全没有动，看你要不要往下，然后你往左的话是废矿。不然你往下挖，我跟你讲箱子在哪里啊？我去看一下哈记哦。你下来一个，下来一个吗？你往下挖一个，我跟你哈记，你要找铁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找铁。啊，对面。哎、欸，哈记，你回头，回头，后退。等一下，铁拿到了，嘿，好。他们怎么受伤了？前进，往上。他们是边界夹到吗？哎、欸，过头了。不是，我看一下。蜘蛛网，抬头往上。啊，他们中毒啦，可是。中毒为什么？可是抗性、啊，因为抗性的关系没差，是不是？嗯，他们在毒蜘蛛附近。哦，好刺激哦！可是抗性哇，抗性怎么那么抗啊？很抗啊，很抗啊！你看得到吗？要说咯，我看到他说过来了。完了，快跑！完了，我也觉得我要被压死，我离中心超远。我往这边跑吗？哈基亚追过来，你后面堵一下。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他没有，没追了。好像在外、欸，我天啊！岩浆啊，妖叔、啊，你继续往前挖，你哦，好，你去。哎、欸，可是现在晚上、哦，我稿子快撑不住，好。哦，我真想要把稿子分给你啊，鱼。前面是那个边界哦。好，看到了。然后你往右有铁，你走过头了。哦、后面，我现在都哎、欸、有抗性，用岩浆烧是不是也没用啊？毒蜘蛛在左边，没什么用吧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哎呀！没事，跌倒。我现在肚子好饿。哦，安全区内，哎，所以我要往左挖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、哦。牛肉。你现在你一直往右边、欸。这里是有人。有，你附近五个人。哇！在隔壁而已，你就在你对面而已，你小心哦。右前方啊，我右前方是安全区外。而且你右边蜘蛛，有蜘蛛。
蜘蛛还在追，蜘蛛还在追，蜘蛛还在追。他既被毒蜘蛛追了。哎、欸，你再过去看到他们喽！你再过去看到他们喽！毒蜘蛛跟他那个他们学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去了。哦，蜘蛛没追了，蜘蛛没追了，没追了，没追了，小心一点。所以我这边目前也还没办法挖到废矿。我看看你哦，你的废矿怎么那么远啊？所以我对你就是这个角度，然后稍微往下一点就是废矿的区域。好，可是很远，超级远。好，第一没有问题。我直接给你一个坐标位置好了。哎、欸，也不错哎、欸，聪明，聪明，聪明。X10，然后 Y-39。嗯。对啊，中心在哪里？它是中心是不是都会变的啊？对，会啊，完了。下面变成262。哦，完了。我又要逃边界了，白痴哦！完了，我要逃边界。我们这一队好惨，我跟你讲，全世界都要逃了。巧克力他们也是在、啊、在负那个都红的位置。可是他们应该都有好东西了吧？他们既然都有废矿，可是他们有对了，也是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他们没有穿装备、欸。我看看他们啊，应该也是没有合成台吧？他们有盾，他们有盾，有啊，他们有合成台啊，所以他们是铁锭不够多。欸、对。对他们每个人手一把盾呢、啊欸。那我不能死、欸、我死了他们就完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没有，你附近很多岩浆、啊，你可以先往那边跳。嗯。顺带一提，左边就是岩浆。你、欸、走他们这边，很多你一直